叛逆期的小美很晚才回家，父亲惊了，你穿成这样就出门了？小美整理了一下领口，表示自己都18岁了，还不能出门逛逛吗？父亲非常生气，你不知道外边有多危险。父亲是对的。Daddy，很快家里的一切都开始震动，父亲赶紧跑到窗口看了眼外面。母亲用力推开桌子，掀开地上的地板，父亲锁上门拿出武器，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可怕的吸血鬼群。母亲盖上了地板，小美只在下面听到楼上阵阵枪声，更不停的惨叫。很快楼上没有了动静，而地板也被再次掀开。几千年来，人类和吸血鬼的战争从没有停止过。吸血鬼迅捷而强壮，但人类有太阳，有科技，有强大的武器，双方互有胜负，谁也消灭不了谁。人类最终找到了终极武器——猎魔教士，他们是一批拥有非凡力量的战士。很快，人类就彻底战胜了吸血鬼，把最后的吸血鬼关进了隔离区。但教会忌惮这些猎魔教士，将组织解散，将仅剩的猎魔教士贬入社会底层。老白就是曾经的头号猎魔教士，如今的他生活在过去的阴影里，每天做告解。这天，一个神秘人跟踪他，被老白发现。男子自称是小镇上的警长，老白的弟弟全家被吸血鬼袭击，弟弟重伤，侄女被绑架，唯一能救他的就是曾经的传奇教士。老白找到主教面前，请求批准恢复他的身份，让他去救自己的侄女，但主教并不承认有吸血鬼攻击人类的事情发生。If you take any action to leave the cities, it will be seen as an act of aggression against the church. You will be stripped from the order.在这个城市里，教会已经成了不容置疑的权威。一个向着老白的教士劝他别做傻事，很快一群警卫也围住了他，但老白心中主意已定，简单展示了几下传奇教士的身手，就搞定了所有虾兵蟹将。戴上斩魔匕首，披上黑袍，骑上心爱的小摩托，猎魔教士再次出发。骑了一天一夜，小帅加入了队伍，两人直奔小镇去找老白的弟弟，但弟弟很快就咽了气。在城市里，教会已经知道了老白私自出逃的行为，主教安排了四个猎魔教士，他们的目标是追捕老白。两人来到了隔离区，这里充满了各种铁丝网，却没有任何守卫。一个异变者正在准备自己的晚餐，看到猎魔教士，异变者非常警惕，看他并不配合，两人只好自己进去探查。白天的时候，吸血鬼一般都躲在这种大铁门锁着的地下，在这里两人看到许多人类警卫的尸体。很快他们发现一个惊恐的异变者，正当老白打算审问他，旁边杀来了一群异变者。小帅抄起斧头还击，接着就一路逃了上去，刚一上来一刀挥来，小帅不停躲闪，摔到了地上。老白这时终于及时出现，然后就砍瓜切菜，很快解决了所有异变者，留下最初的那个。老白决定来点硬的，但异变者冷笑着提醒他们天要黑了。这个男人仔仔细细把每一颗子弹头划出一个十字，因为他们要对付的是吸血鬼。很快夜幕降临，地下伸出好几只利爪，吸血鬼倾巢而动，五六只吸血鬼把他俩团团围住。然而老白不慌不忙拿出圣经读了起来，一旁的异变人嘲笑他，这对他们没用的。但下一秒，圣经上飞起一排机械十字架，在空中变化成锋利的飞镖。老白举重若轻，飞镖像长了眼睛，嗖嗖的不断击落吸血鬼。一个吸血鬼扑过来，老白陷入近战。小帅第一次遭遇吸血鬼，完全打不中他们，反而被按倒在地。老白上来帮忙解决。接着老白捡上自己的刀，舒展身躯，迎面给了吸血鬼一刀，这才是传奇教士的本事。最后一只干脆被吓跑了，异变者又被老白抓住。这次他终于说出了小美的下落，他们抓着女孩往西边走了。说着话，吸血鬼就把他一脚踩死。老白和吸血鬼搏斗中掉落到地下，但不一会儿爬上来的还是老白。老白告诉小帅，这个隔离区原来能关50个吸血鬼，而现在却只剩下6个最弱的，找到其他的就能找到小美。根据刚才的异变者所说的方向，那里应该是曾经最大的吸血鬼巢穴太阳墙。两人很快赶到了这个死亡之地，一个遍布密密麻麻孔洞的巨大巢穴。进来以后，这里有一个巨大的深坑，老白独自跳进去查探，忽然一个黑影出现，这就是曾经的手下，被派来捉拿他的猎魔教士希克斯。但希克斯只是来提醒他注意安全。忽然外面发出枪声，老白和希克斯知道敌人出现了，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巨大的吸血鬼守卫。飞镖对这个怪物毫无作用，老白直接被怪物撞飞8米，
希克斯及时燃起一把火引开了怪物，仓皇逃跑中自己也摔得不轻。最后老白和希克斯对视一眼，战术已经了然于胸。老白起步冲向前，希克斯捡起两块石头扔了出去，老白起跳后顺势踩上两块垫脚石，拔出双刀往怪物腹部划过，一个漂亮的落地，怪物应声毙命。忽然怪物来了个诈尸，被小帅又补了一枪。几人接着在查看中发现，这里不同以往的吸血鬼巢穴，通道和出口都经过大规模改造，看来他们在培训大规模军队。洞口的方向正对着小镇，而希克斯同行的另三个猎魔教士就在镇上。蒸汽时代的火车进站，桌上烟灰缸、台灯全都跟着颤。老头看了一下表，怎么十一点就来车了？他提着油灯到站台查看，一列巨大的火车哗啦啦进站。Is anybody there？ 一瞬间，老头化成血水，一个人形吸血鬼出现，小镇瞬间成为人间地狱。吸血鬼们大肆杀戮，为首的就是曾经在任务中牺牲的另一位传奇猎魔教士阿彪。正在小镇上的三个猎魔教士出来阻止，一通花拳绣腿后，阿彪只伸手一推，这个猎魔教士就原地去世。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九鹰白骨爪。第二天，等老白等人赶到，小镇已经空无一人，成了鬼城。三个可怜的猎魔教士被钉在了十字架上，这是赤裸裸的挑衅。What kind of vampire could do something like that? Nothing we've ever seen.这附近没有巢穴，没有隔离区，只有一条铁轨通向小镇的下一站城市。看来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调虎离山，引出老白，城市就空了。好在希克斯找到了一大箱炸药，几人分头出动，老白和小帅去救人，希克斯赶到铁轨前方炸毁铁路。三人骑上了充电小摩托，果然新能源车就是比蒸汽机车快。没多久赶上了火车，小帅从车尾跳上了火车，里边尽是些挂成火腿样式的休眠吸血鬼。希克斯一马当先超了上去，但车厢内很快就跳出来六辆敌车紧随其后，最后老白也跳上了车，等待他的正是曾经的同事阿彪。老白都惊了，原来当天阿彪陷入无数吸血鬼之手，但吸血鬼女王没有杀他，而是把自己的血喂给阿彪，让他成了半人半吸血鬼的最强个体。阿彪希望老白接受女王的血，一起反抗教会的统治。此时追兵已经赶上了希克斯，他提着40米大刀迅速砍死一个，接着抽出钢丝流星锤勾住一辆车甩了出去，又撞死一个。随后希克斯拉住钢丝拽飞最后一辆车，送对手一个仙女散花。这边老白和阿彪一言不合已经开战，但阿彪的战斗力强大无比，老白已经完全不是对手。老白用尽全力挥拳，在阿彪看来都像是慢动作。最后阿彪直接把老白打得滚落火车。小帅穿过吸血鬼，终于看见了被人抓住的小美。忽然地板上穿出一只手，老白从火车底部挣扎着爬了上来，然后那些吸血鬼集体冲了出来。小帅冲上去给了一枪，接着几枪把顶棚打出一处窟窿，吸血鬼们就被轻松地挡在了光线后面。两人接着追了上去，小美就在眼前，但阿彪出现一拳就打飞了老白，接着一拳小帅就被打下了火车。老白这下毫无反抗之力，很快被打个半死。小美挣脱了身后的变异人，然后拔出一把小匕首冲了上去。阿彪表示这两下子有你父亲年轻时的样子，原来老白才是他的父亲。老白急火攻心冲上去，还是被一把按住，然后被阿彪一刀钉上了墙，昏死过去。最后时刻还是希克斯给力，他把所有炸药绑上摩托车，正对着火车冲了过去。此时车厢里的老白挣扎着拔下了匕首，而车厢上阿彪正要给小美一个大礼，把她咬成吸血鬼。张嘴瞬间，老白一个飞镖挥去，准确扎进阿彪脖子。小美滚落瞬间又被老白及时拉住。阿彪还想继续追来，希克斯已经杀到眼前。只见他踩上摩托一个飞身，老白抱着小美顺利跳车，全车的吸血鬼和阿彪都一次性解决。老白父女最终相认，小帅和小美终成眷属。但影片还不止大团圆那么简单，老白杀到城市里抛去一个吸血鬼的头，戳破了主教整天对平民们的洗脑统治，外面的世界已经变天，猎魔教士也已经觉醒。影片续集令人期待。